本期视频是由柚子糖八七老板点播的魔王随机技能，感谢老板的点播支持。好像看到那边好几个地方都有人，中好像是全都没过来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亮机吧，应该要亮了。花园有人？啊，有这么多人？啊，没有，一人一台。哎，我有个心经哎，真的。无语啊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顶级避险啊。哎，哪台亮了呀？我操！我怎么只听到一台电机亮的声音？就是，这房子怎么亮了？刚才都没听到啊，闻瞎了吗？我闻聋了吗？我是。小龙之，难道我小龙之啦？要气了，针对呗，反正有选，只有这个选择了。塔阶段针对，因为这把技能本身也不好。
还有手机的，抱人手机，走一下电机，然后门口被摸好，先再画个洞吧，能画吗？这里画不了。手机看不见气场，但是呢，他应该也不敢来救人了，因为他上钩死了。大胆一点，床都没事儿。这人一挂，接着传回去。那满血的没救人，半血的应该也不敢救的。哦，这给你救到了。要一换一吗？好，接着触发爆人手机，不让修。那边暂时啥也干不了，等会我还能传过去。一直挂地下室，他们现在多伤不好搞。要找一楼的位置啊，这三楼是一挂，找一楼的位置，一楼在可能在我们这半场。一楼在那个二楼平台自摸，哎，他哪里啊？不是二楼平台吗？哦，在，什么情况？不会下去了吧？这人死了。有点悬，刚才，但是这波已经稳了，他们三个全在这里啊。哎，我就不踩，我就不踩，我就不踩，就放你的分身，又是 Z 四，又是地雷，全都是这种搞事情。来来来，要往上走了，两个都是残血，这边资源多一点。嘿嘿，让你乱放雷，现在放不上了吧？哦、oh, no， 操 ，fuck！ 你会贪的，不贪，不贪，这么稳。知道这剩下的板子全是你的了是吧？看看在不在，在就推一下，不在就不管你了。假装没看见，往下走，看见了让他多躲一会儿，等他跑得远。嘻嘻。还好这个技能还不算很差谁的，要不然这把还真要翻车。因为这版本速修像这种图，这个图有时候打起来太费劲了，没节奏的话开局节奏就挺差的，全都是高进度，三台高进度，有人修的还慢了一点。图前期没锁机，要两台都很正常，感觉魔王这种的话，除非我不放动就来追人。
他们那波第二次救人确实也失误了，那里应该一个满血的下去一换一的，帮、啊。